秀家族都是绅士，啾啾家族都是破防盛世。请问右下是啾卤肉、啾巴拿吗？好的啦，谁是啾卤肉、啾巴拿？谁？乔斯塔丹家族代代都是绅士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等等。学宝，这边找外遇。学宝，你现在找外遇，我马上处理。好的，谁的？吵啥啊？谁的？我爱你啊，学宝。啾啾啾啾啾啾啾。学宝啾啾。你要了什么影片啦？啾啾。跟你告白有几趴？2%吧。其他2%。啾啾的奇幻冒险，好了啦。可能98%会被我骂和男一个掰，然后2%是跟蒙古奇幻冒险。发了。好像你们男生不能懂这个概念。这个其实我要跟你们讲件事。为什么没有考虑阿森？是什么原因？好的啦，没有必要这样子啊。其实因为他是个好笑的时空，只是我欣赏他这个而已。啾啾，好的，谁在啾了啊？你娘怎么那么痛啊？哎呦，这卡上去是什么了？学宝，我爱你。他们在想什么？说凯蒂猫屁股这么大，会不会鸡鸡太短嘟不到？好了啦，什么东西啦？不要乱讲话啦！啊，不能射啊！他打比如是无法控制，他可以扣打比就好啊，不能射啦！可是好像大部分男生都不能理解这个概念是吗？杨伟要这么有兴趣？哎，等一下，看我的那个，我中间有一条线。等一下，我的背后的沟比我前面还要深。好的啦，谁啦？决定2021不要再消费自己。这个沟好像有点深。不能拿的。不要 QQ 我，不要帮我 QQ 干你，我把 QQ 干掉。谁啦？好的啦，谁啦？乔斯达家族再多的绅士，没有遇到这种的，是怎么样？发生什么事？我爱你。好的啦，谁啦？啾啾，你好。我爱你，老哥，剑拉炮会拉吗？可能会有一把手套在我身上，不知道。哎，打龙，加油啊，各位，好不好？感觉给这中 carry 耶。我就知道，可以超过后面。好的啦。不是，我要讲一下，那个2%其实是我已经跟他告白了。那2%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跟他告白，只是那时空背景不一样。